上次跟那个周雨辰看到张凯泽在打节目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看那个奇怪的星座运势，然后我们就写说巨蟹座在意自己与母亲的关系，然后张凯泽就说。呢，凯之爸爸，就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立马上来抱上凯，超难看，难过，超好笑。你每天领超级猛，你画那个社服稿，超级可爱。他今天开始穿蓝牙的短裤上学了，还继续找一堆食物，他说哦，我想吃这个。然后当我们到那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可是我没钱，反正他还有不想吃，我就吃别的好了。就是他就是刚刚晚上有说他没有很饿，他不要吃太多。买一点点食物，然后吃完之后，现在大概晚间7:36，他说他饿了，闭嘴，要闭嘴，闭嘴，你闭嘴，他要吃浮水，亲咪咪爷爷，闭嘴。然后我们的凯真就是这么，这么好。闭嘴的下一个是 C 嘴。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好，给我们介绍我们凯真的英文叫做 Coy。Coy 的由来你知道吗？超酷的，嗯、因为凯他是那个星山豆，然后山豆倒过来就变成 K O I E， 变很多，你知道他直接整个就是烂掉变化。高一的时候就很可爱，他现在很邋遢，他高一又妹妹头，很秃，然后很胖。但是大家趴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在最底部还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放屁哦！”4、3、2、1。张凯就每天都跟张志成在一起，他男朋友是张志成，放学就是去跟张志成约会。对张啊，不知道被我一看他的时候，觉得他好凶哦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是他们四里面、啊、好凶。哎，哎，哥几好爱他。张凯是什么不重要，跟我们家重要一点。而且是抖抖可以了。张凯真，如果你长成那样，我们就爱你。好啊，张凯真，来个结尾。我希望你就是可以朝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，并且努力，然后奋斗不懈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张志成。礼拜二晚上，6:30开始上课，张凯真都不会来上课，直接加补课。哎，跟凯真，红色的吗？现在给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他开这个很大，我只是在花大很少。好了，在花大很少。